美国的米多少钱一斤？这一袋是11.6美元，还可以返现，多达7%，就是你信用卡还可以再返现7%，就是就算是10.9块美元，大概算下来一斤可能就是不到3.5块吧，人民币。这个是美国的长粒香，来自山姆会员店。不过同样的米，好像在中国是，5块钱人民币一斤。如果算上信用卡返现什么的，估计4.5块左右。如果你能返到10%的话，这个米的品质我待会儿会出一期视频来评测。就是美国生产的美国长粒香，不是泰国米，泰国米稍微可能贵一些。